好，你们可以开始玩了，看他怎么停法。好，转把它转弯啊，杨尚成。你看你们的就是那个红色的没有转，所以它才又转回原来的。好，吴晨曦去转车子，转弯。对啊，所以杨尚成你弄错啦，他又转回去原来的了。新题离开。因为你要等他再转回来才有办法。那请问你们啊，倒退的垫片可以放过去那边啊，他就会再倒退了啊。你们就是因为没有放倒退的垫片，所以再一次咯，放着。这边也要一个倒退的垫片。往前推。对，赶快，你就赶快放着，它就会那个了。那稍微再推一下，你垫片就是因为放太前面了，所以它就撞到了停止线。对。再试看看啊。快一点啊！杨尚成，你一直挡住我了。因为你就没感觉啦。